哎呀，我这几天天天喝水喝那么多，谁跟我说什么喝水什么的，这个不会长痘的，它还不是长了？怎么办呢？我就看它长了有好几天了，我本来都不想管，但是今天实在忍不住，我还是出手了，我给它挤了，然后现在还有点痛，哎。估计是上火了，哎呀，这个上火了呀，就得去去火。怎么去去火呢？哎，这就是一门学问。去火的方法有很多，而我选择的最直接的那种，喝点清汤啊，这个吃点这个什么，这个这个羊肉汤啊这些的，这个白白的啊，又不辣。就好了，你看，是吧？又不辣，来两口，这个好东西。好东西，好东西，太香了，香香的嘞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吃羊肉汤了，哎，还是有点辣啊，拜拜。